你们这帮给干掉好了。等待我讲完话之后，我会倒数三二一，只要把你手上的饮料干完，我们淡水干杯可以送你们一杯一模一样的饮料喽。比较聪明的人，好来，请工作人员帮我带到那一桌的朋友，帮我带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杯子里面剩下更有一点点的饮料，等一下，不用放任何的推杯之力，直接把它倒在他旁边朋友的身上，直接把它倒在他旁边朋友的身上，他也可以免费获得一杯免费的饮料喽。比较不聪明的朋友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位先生的饮料。饮料杯还有这么多，他恐怕要在三秒钟之内把它喝完。我想等一下肯定要出现人体生成的状况喽。OK， 喂，有人讲麦克风的是状况很多哈，只有几有听到客服了。好，来，再来干杯！今天这一定有要记住的事情，下一集。工作人员帮我带到 B 九的汪太太跟汪先生。B 九 OK 好。汪太太跟汪先生今天很不得了哦，他们今天特地来淡水干杯庆祝他们结婚九周年。他们今天都要来庆祝他们结束成功了。
人之后，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要干杯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先把酒各位要先举起来好吗？来来来，举高！好，坐在最边边角角，演员那个上班族的小姐，你们这几天举高一点，谢谢。OK， 没有问题，非常好。Thank you.